看，我们就是刚好在 coach 对面。在宿舍二楼游泳池那一层，四楼你说要久一点吗？你说要久一点，再没有人游泳了。上一 rockers， 三百个。在这里拍啊。前往阿里的裤子，
是中庭那边，五楼，房间那边。唱日本歌的，这个是这边的主要精华地区，香槟大道。我们的房间就在那个 Coach 的对面。这里有中庭，船头，这里是永安旅行社跟那个什么中国旅行社的，这个车子的上面很像我们对啊，靠近那个门的中间。Then welcome aboard. 就这个房间的最特别的地方，那个派那个果汁的就在我们这边。最佳的观赏位置，好像只有我们在上面看。船长，船长是。
is connected. This evening. Tonight we have a fantastic show that is just about to begin at the Sound Theater.